来到人气圣地 Turner Field， 不管蓝帽军还是福特邦球迷都是开心到不行。但同时待过这两支球队，海滩男孩 Brandon Beachy 这场登板先发却是里外不是人。Look at that ball carry, she's gone. Nick Markakis has hit his first home run of the year. Markakis 一棒刚刚好越过中外野的400英尺，四局 Peterson 也来体验刚刚好，满垒一棒正巧打在左外野边线。不但界内还一次送回两分，比起被老队友们无情对待，新队友利廷尼 Kendrick 深远二垒安打一样把垒包上的两个队友通通送回家，后头还有一个叫威刚。It's on its way, back at the wall and gone. A 杠本季第21轰，佛罗邦菜鸟 Whistler 只能无奈摇摇头，之前的四分领先全部归零。这是道奇，你还不派曹锦辉换什么 Prota？那后果请自行负责。Hot shot, a base hit. That's gonna score one for sure. Peterson 一棒平分安打送回一分，本来还想偷鸡，但完全忘了传球的人叫 Pre， 最后自己挂在二垒。但牺牲乔我又把垒上的 Sriaco 送回家。5-6两局，福特邦再下三分，最后一关交给 JJ。And that's gonna be your ball game. Braves beat the Dodgers. 顶替确定球季爆笑的 Willie。Jim Johnson 哪怕被敲出三振打，还是艰困地完成了关门工作。勇士中场7-5击败道奇，想看曹锦辉，再等等吧。明日新闻林早安泰奇综合报道。